讲到欧美游戏界最经典的奇幻 RPG， 当然少不了上古卷轴啦。这个拥有超广大地图以及超高自由度而获得玩家们一致好评的作品，现在也要进军线上游戏咯。到底上古卷轴 Online 会带给玩家们怎样的新震撼呢？一起拭目以待吧。Cinemax Online Studio 公司日前宣布，他们将把在欧美地区累计销售破2000万片，标榜超广大地图与超高自由度而获得玩家一致好评的奇幻风格 RPG 游戏《上古卷轴》，将改编成一款 MMORPG， 预计2013年正式登场。上古卷轴 Online 的剧情设定在上古卷轴五无界天际的1000年前，玩家将有机会去探讨在单机作品所没有开放的区域。游戏同时也会有主线与公共任务的设定，玩家可以一个人或是联合其他玩家一起进行探险。而这款游戏同样也有超高自由度，角色能够装上所有想穿的装备，想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游戏，玩家都可以自己决定。至于玩家在任务中所做过的事情也都会游戏的世界造成影响。研发团队希望把上古卷轴 Online 打造成一款永远都会进化的 MMORPG， 要带给玩家截然不同的新体验，看起来企图心非常大哦。